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精训观察，追求真相，解析时事精训，回望历史长河。人类移动通信历史上的每一次创新，基本上都是一次技术特性和应用场景的反复一季、二季、三季、四季之路，逐步搭建起了人和人之间完善的沟通桥梁。一季、二季推广并普及了移动通话，三季、四季让高速上网成为可能。到了五 G 时代。 大带宽、低时延、广连接的作用下，一个万物互联、去中心化的时代已经到来，还在持续的 4G 时代，标志性应用是全民狂欢的短视频直播。刚刚开启的 5G 时代，应用落地初期则出现了明显的二八分界，只有百分之二十是作用于 C 端，其余的有百分之八十都集中在 TOB 领域，智慧煤矿。 港口、工厂等多种多样场景的涌现，五 G 只是基础设施的一环。纵观全球五 G 进展，中国是进展最快的国家之一。大家如果有什么看法，可以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新鲜出炉的数据可以加以佐证。工信部部长肖亚庆九月十三日在国新办召开的发布会上表示，中国已经建成全球最大规模光纤和移动通信网络。 占有率超过百分之七十，国内五 G 终端连接数的全球占比超过百分之八十，国内五 G 产业加快发展，五 G 终端产品加速渗透。中国的突飞猛进的五 G 速度，背后也是一段段风起云涌的突围往事。跟着我，你会知道更多。如果你还没关注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下右下角点订阅。通信代际转换竞争。 从芯片开启每一个通信代际的技术切换，都是背后加芯片厂商的浮尘。在二 G 时代，找到切口发家的联发科，在功能机站稳脚跟；到了三 G 时代，靠智能机突围的高通，成为了新一代芯片业霸主，铸造起了此后一堵堵专利高墙。四 G 时代，华米 OV y 四大手机品牌地位的确立，后起之秀海思出现。五 G 时代到了，高通持续坚挺。 联发科卷土重来，同时还有一些黑马闯入大众视野。两千零一十九年以后，二 G、五 G 四世同堂的时代，国产芯片玩家展锐崛起了。市场调研机构 c n o Research 的数据显示，今年五月，国内智能手机 SoC 出货量排行榜中，展锐以八十万颗的出货量，第一次以独立统计个体的形式出现在榜单上。 出货量环比增长百分之三千六百七十一，同比增长百分之六千三百四十六点二八月。据市场调研机构 Counterpoint 最新数据也显示，全球智能机市场，展锐 Q2 占有率达百分之八点四，排在展锐前面的正是高通、联发科、苹果、海思。两千零一十八、二零一九年，展锐在 Counterpoint 的统计中还是被归为 others 但二零二零年开始被单独统计为百分之四，二零二一年第二季度增长到百分之八点四，可以说是连续翻番增长。智能手机芯片全球市占率展锐在这两年冒头，有其时代必然性。一个大背景是在剧烈变化的地缘政治环境下，国内的多数消费电子品牌重新审视供应链,链安全，紧密伴随着的是国产化替代的大潮。 在国内轰轰烈烈推进，许多国产的芯片供应方得到了进入知名消费电子品牌供应链的机会。另外，在叠加上二零二零年以来一场疫情冲击全球，缺芯风暴继而肆虐，复工复产最快的中国供应链，帮助国产芯片厂商硬生生凿开了一个突围的时间窗口。当然，国内芯片厂商相比海外同类品牌。 本身也有不可替代的优点，比如更有竞争力的价格，更本地化的服务体系。不过，要理解展锐的突围之路，客观原因仅能算是东风，我们还需要进一步从企业自身找一些原因。黑马重生，国产芯片厂商过往的发展命途多舛，展锐的过去同样不是一帆风顺。长期以来，由于战略缺位，管理混乱。 质量缺陷、研发迭代慢等多重因素，展锐在过去并没有牢牢抓住通讯代际切换的机会。在二 G、三 G、四 G 时代，展锐分别落后业界先进水平十五年、八年、十年，甚至是直到二零一九年才开售四 G 全网通产品。在高通、联发科等厂商先后乘风腾飞的时候，展锐只能在低端长尾市场当中困顿不已，慢。 在瞬息万变的科技行业相当致命，而彼时的展锐管理层还出现了战略判断偏颇。在过去，搭载展锐芯片的终端多见于海外功能机品牌，而没有过多着眼于国内蓬勃发展的终端市场，错失了国内消费电子发展最快的年代，市场口碑下滑到冰点。最惨烈的时候，国内市场上一度找不到任何一个搭载。 展锐芯片的终端产品，两千零一十八年之前的展锐经历了失落的数年，错失了整个四 G 时代。两千零一十八年底，这家老牌的国产芯片厂商开始决心打一场并不容易的翻身仗。展锐新上任的 CEO 楚庆集公司之力，拼全力缩短五 G 终端落地和行业的时间差，扭转持续落后的标签。二零二零年五月。 展锐的商用终端上市，只比业界首发晚六个月，冲击全球五 G 第一梯队，打响了五 G 跟跑的第一枪。之后，展锐在一些关键技术上突破更快。今年，展锐联合中国联通，成功完成了全球首个基于3 g b b 2 1 6标准的 EMBB U RLLC IOT 增强移动宽带、超高可靠、超低时延通信、工业物联网。 端到端业务验证，为五 G R 一六商用奠定了坚实基础。随着展锐新在多种终端的落地，展锐的强跑已经从最初粗放的救亡图存，进入到了抓经营、搭建品牌的精耕细作阶段。两千零二十年，展锐专注经营，陆续赢得重量级客户的订单。两千零二十一年，发力技术，并重新梳理了品牌形象，发布了全新的五 G 品牌唐古拉。 生态技术图谱，唐古拉相比以前，产品层面颗粒化更小了，产品总共包括六、七、八、九四大系列，切入普惠、体验升级、性能先锋、前沿科技的不同需求，目的是使用各类终端厂商的需求，让下游得以开发差异化的五 G 终端。此外，展锐首款六纳米 EUV 五 G 芯片唐古拉 T770 进展同样迅猛，年初已经成功流片。 终端产品也即将上市，大刀阔斧的变革后，原先的颓势得以扭转。从客户结构来看，三年前，又与海外的展锐主要客户是国外运营商、当地品牌商等；而在回归国内市场后，客户结构得到大幅润色，品牌客户提升明显。在过去几年，消费电子纷纷出海寻求增量，在这个进程中。 展锐也成为了部分出海品牌的坚实基础，realme、Real 中兴、海信等多家手机厂商的海外机型畅销海外，背后都有展锐芯片的支持。从搭载的终端来看，展锐同样有了极大的横向扩展。此前，基本只有功能手机才会接受展锐芯片，而如今，搭载展锐芯片的产品品类除了智能手机，还走进了平板、儿童手表、智能音箱。 蓝牙耳机等全新的产品品类，覆盖不同的使用场景。在这背后的行业风向是，消费电子产品正在进入一个全面智能化的过程。具体而言，一方面是传统的产品在开始电气化，另一方面原有的智能产品需要更进一步的智能，在连接、通信、交互方面的需求激增。抓住这个终端的变化趋势，展锐芯片落地的终端。 包括搜、SO、狗智能录音笔、低智能体质秤、亮风台的 AR 眼镜等等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二零一七年开始，手机已经进入增长放缓的存量阶段。手机无疑是消费电子行列当中最红的红海市场。而在五 G 的新机遇下，各家都在抢跑布局手机之外的下一个颠覆性的终端。谁能抓住创新终端的这一新蓝海，谁就能获得增长空间。 展锐可能就是众多厂商当中承上风的一家，完全备战五 GTOB 的新机遇。在二零一九年初，展锐也紧锣密鼓成立了工业电子事业部，目标是五 G 行业应用的星辰大海，以全场景连接技术为基础，展锐正将智能计算融入所有的产品中，为工业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底层技术，基于成熟的产品展。 瑞在各典型行业都有不俗的表现，在公网对讲机领域，展锐产品的国内市场份额接近百分之八十；金融 POS 领域国内市占率百分之五十；云喇叭国内市占率百分之七十，而领域 WiFi 份额百分之六十，市占率全国第一。在快递车的换电充电领域，展锐在全国市场份额接近六成。面对这片星辰大海， 展锐已开辟出了自己的航线，如今，五 G 已经从最初的技术储备、技术验证阶段，到了真刀真枪拼落地的时候。展锐不久前宣布，携手中国联通，完成了全球首个基于3 g b b 2 1 6标准的端到端业务验证，对五 G 2 1 6标准实现商用落地而言意义非凡，让五 G 从能用到好用。目前。 基于展锐新的五 G 解决方案前，也已在各个应用场景上初步落地。此前，展锐就与京东物流合作建设了五 G 智能无人仓和五 G 智慧物流园。与顶桥通信的合作，则基于展锐的五 G 芯片 V 五一零低延时的特性，支撑电力配网的插动保护。展锐与海信的合作，旨在打造智慧采矿数字化解决方案。展锐与广和通。 深圳红电的合作联合推出了五 G 智能工厂解决方案，实现了生产资源按需分配、个性化生产，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。为了在更多的场景有绝佳落地体验，展锐还先行布局了马卡鲁技术平台，目的是为港口、钢铁、矿区、制造等垂直行业客户，和包括智能机、智能穿戴、VR 等消费应用，提高五 G 连接效率。 现在看来，展锐五 G 品牌唐古拉的这一命名，似乎充满无限深意。长江的发源地唐古拉山脉，是中国五千年文明的起点，其所坐落的可可西里无人区，更是一个足够神秘、令人心驰神往的所在。以此为名，更是可以窥见公司未来长远的战略思考。以上只是五 G 时代下奋力突围的中国芯片公司的缩影。 这一段段激励人心的故事交织而成的，国内的五 G 建设速度飞速快跑，成为进展最快的国家。对于更多中国的芯片厂商来说，五 G 时代的新机遇窗口刚刚开启。工信部数据显示，目前国内五 G 流量约八十，由 T O B 端组成，二十由 T、AC、端构成，结构简单，网络需求更大的 T O B 端应用，是国内现五 G 落地的主要方向。 5G 在 TOB 端的落地主要可以分为工业、能源、交通等场景。5G 还在给中国产业数字化、数字产业化释放了新的机遇，不仅是对产业的改进，5G 和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新一代 AI 技术结合，还将碰撞，催生出了更多新应用的火花，包括 VR、AR、车联网、联网无人机、超高清视频等产业。有数据统计。 预计到二零二五年，五 G 将带动相关垂直行业市场规模达到三万亿元。政策方面也已经旗帜鲜明。工信部此前在《五 G 工业互联网五百一十二工程推进方案》中提出，将打造五个产业公共服务平台，建设改造覆盖十个重点行业，形成至少二十大典型工业应用场景的规划。过去三年，展锐从甜蜜的低端陷阱中走出。 选择了那条最艰难的路，从积极提供最新的五 G 技术和产品，构建技术护城河，再到参与到中国消费电子出海、创新智能终端布局、五 G T O B 落地的大趋势中，从救亡图存到着眼经营，再到技术提升，中国芯片厂商们的的突围之路还没有画上句号。以五 G 为起跑点，如同展锐一样的更多芯片厂商想要借力五 G。 成为五 G 生态的承载者，更长远的含义是，对于五 G 的攻坚战还会继续，在五 G 技术无人区的高地持续探索。而他们最终能否在五 G 时代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，取决于其能否真正做好生态承载者的角色。不管怎么说，中国芯片厂商们正在为所有人上演一出出逆向生长的最好故事。 不知道各位朋友都有什么样的意见和看法，欢迎在评论区中留言讨论，期待你们的精彩评论。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想了解更多，右下角点订阅。这期分享到这，感谢你的观看，下期再会。